喺边度？喺 Sharmon 拍完个。嚟啦！我哋开波第一铺喺 PS2 啊，绝对系 ET 嘅主场啊，因为佢可以，其实都冇可以啊，地下个精灵球。哦，跟住 grab 住 grab， 唔紧要，个 dash 咧，要 up 嘅，要冇啊，然后见到呢、这个，哇！直接咁样咪黐线咗。其实我都想讲，啱啱咁样其实系好危险啊，你绝对系，其实你 early 嘅 recovery 可能唔到咗，冇错。好啦，咁 grab 啦，九前摊啦。就盡量想 space 得開，即係唔想俾佢入嚟嘅，利用自己嘅 range 去換翻開佢。但係人哋一個好靚嘅 whip 翻嚟，做個小 combo， 仲係 advantage 踢咗出去，好多跳噶啦。但係 down air reverse 咗 situation， 轉咗 IP 就轉埋 charge， 可能係想 keep 住用 charge 啫。一個 up 啲 up 超，但係其實唔夠 range， 然後上 down air 啦，等一陣。但係今次係 PT 係乜嘢都冇做過，然後 PT。成功 SC 兩個亦都係進入翻第二個 stock， 就應該慢慢打翻噶啦。一個唔啱距離嘅 B O Q 係唔緊要嘅，因為人哋都冇翻嚟 kill。Sweet spot 一個 down air， 可惜冇 sweet spot 到，然後自己 SD 咗。今場係全部都係 SD 啊，暫時。好啦，咁而家繼續啦，睇下會唔會禮上我來啦。睇下 PT 會唔會 SD 翻個 stock 俾翻 Tommy， 然後公平對決。Pick up，OK， 今次已經見到佢 pick up 啦，希望 Tommy 可以 capitalize 到，有少少 combo， 一個 raise leap， 翻嚟翻翻 neutral， down tilt， jab， F tilt， switch spot 到，但係唔殺，嘗試 edge guard， edge guard 唔到，翻去先，然後中咗呢個 up air， extend 咗做 raise leap， 跟住就乜嘢都冇啦。嘗試係推佢翻角嘅，見到 Tommy 係想利用把劍推埋角，跟住用把劍嘅距離去慢慢俾 pressure， 俾 pressure， 睇下殺唔殺到，或者用 tip 嚟殺，可惜都係唔係 sweet spot， 兩個跳㗎啦，冇捉到，翻翻 neutral， 大家睇會唔會有癲佬有 bad list man 出現啦？已經哇佢咁 up 啲 ，OK， 跟住而家其實見到 Charles 都係嘗試去生存落去啊。唔俾人哋揾到個 open， 但係後面 commit 咗個靚嘅 grab， 直接將佢按翻出去。然後咧，卓應該要殺到啦。如果殺唔到就會好差啦。好彩上 platform 真係好彩。Air dodge， 冇 air dodge 啊！哎呀，靚啊 ！Let's drop， 但係人哋係已經上咗嚟啦。已經見到係佢係好中意 neutral grab 嘅，應該 Tommy 下一次就應該要捉到。Until jab，Until jab 啲人都 work 咗幾次，其實就唔應該 work 咯。Fabitman， 係 Fabitman 死咗。但係你入咗 up，up 要 up 呢度就死啦。其實而家呢度任何一下 up air 啊嗰啲都死嘅。佢啲上邊咧 trouble， 睇下啲新鹽同位咧 trouble， 係非常差。食薯条先，食薯条先，冇讲咁多。全场都 SD， 但 SD 之后嗰个观赏性喺度啊嘛。喂，我哋听到一哥已经俾压力啦，叫 Tommy 唔好乱打。画面上面个靓仔咪就系，系画面上面靓仔嗰个就系。好啦，嚟啦，跟住佢真好嘢啦，跟住佢假命 ，Eggling， 假命，佢名叫 Cloud 命，然后拣咗下 Cloud 之后逼咗人，即系用翻 Eggling， 唔紧要，又系 Cloud， 好兴奋啊，而家我都一嘢掉个 bomb， 跟住俾人哋 combo， Magic，OK 41，唔紧要啊，41系冇问题啊。你落地啊，冇問題啊，行嚟行去，跟住咧去你估下我估下你 ，Magger， 喂我估唔到啊大佬，你喂，哇 ，OK 單挑唔開，救命啊！一下咁點擋啊？嚟啊 Magger， 想又用噴水去整走佢，但 Tommy 話唔係喎，好似 Splatoon 係驚水喎啲遊魚，Splatoon 啲人驚水噶嘛？白中啲人驚水噶嘛？係啊，呢個水屬性黑制啊！唔得啦，
好啦，掟个波，哇！尝试 edge 啦，乜嘢都冇。好彩个地球 hitbox 冇打中佢，但系可惜啊，另一个地球 hitbox 都打中咗佢啊。系打啲啊，系同埋。哇！一大镬啦，英雄落后紧，佢都唔知道，即系有啲难 close 个 gap， 因为对面咧好明显咧睇得出咧佢系中意慢慢打生存嘅人。然后哇一个靓 rip， 咁其实都冇嘢好讲噶啦，佢个 rip 咁靓，直接 rip 爆我。即系如果佢咁样 rip 爆嘅话。你咪住。翻煲单机啊！你跳。跳。OK，grab 到。见到咧 ，Tommy 啲 movement 都系落我啲心思啊！见到左揈右揈，左揈右揈，跟住头先，等人 whip 咗先至做一个 punish。我咁样碌翻出嚟，其实都 OK 喎呢个。点会 roll？ 系，啲人好阴险啊！但系喺个距离纠缠，都系 Tommy 同埋对面都系唔敢 commit 嘅。Sir George Pang 攞翻 center stage， Razor Leaf 仲有 Nair 啊，开咗个 advantage， 之后 Razor Leaf 用一个地球波捉 Tommy， 但系 Tommy 系唔会受飞嘅。Tommy 落咗地啦，暂时都冇乜啲咩捉落地情况，除咗 Tommy 嗰下 Rejoin 呢个。哇哇太强了太强了，果然是假兵啊，哇哇夹的手指好痛，真的是哇差点被人家阿伯丹告了，幸好就是没有被阿伯丹告了，现在就是生存了几耐得几耐攞几%得几%就已经是定杆了，将我接打网了 sorry， 哇 dash attack 拱埋出去，睇嚟佢唔會想轉呢、這個轉走呢個 score 喎，41 F2， 哎呀 snap back 啊！哇，其實啲 spacing 開始亂啦，兩個都開始亂啦 spacing。Dagger， 喂，碌咗落去應該冇啦，係啦，哇 ，Tommy 成功啊，攞翻一局啊，到底 Tommy 會唔會攞翻佢嘅 main 出嚟咧？都是 PS2 啊，怀疑是 Gentleman 啊，见到他想都没想就直接按 PS2 啊，嚟啦，是 Tommy 啊，即系咁样快得滞，原来是喂，但系入翻去按 PS2 咁即系点啊？嚟啦，嗱，到底 Tommy 会拣咩角色啊？到底 Tommy 会唔会用翻佢真命啊？哎呀，系用翻佢假命啊！仍然都是 PP 对英雄啊 ，Game Three Game Three， 睇下会唔会有 SD 出现啊？有 SD 就定杆啦。啲 movement 都有啲料啊，但系可惜都系俾一个 jab 捉中咗。跟住 F2， 哇！My power is a different potential. 一下一下咯，哪都系。都唔系噶，一文牌都系。系啊。系咁打下打下，俾拱咗出角。即系其中一个 PP 有，但系冇乜人去特登留意嘅地方系，如果你 cam score 咧，佢会慢慢开出个喷水咯。跟住如果佢中意，佢拱你入 corner， 跟住头就 start with 嗰度。跟住，佢嘗試諗住逼 Tommy 碌，然後話 Absolute 捉佢，但係 Tommy 係冇碌到啦，咁嗰下因為 pressure 根本就唔夠，即係上得捉到佢，跳 pass by Lodge 一個好，喂，又 pass by Lodge， 佢係暫時啲啊上咗 friend 係未有方法捉到佢，然後見到 Tommy 都用咗幾少 roll 啦，代表 Tommy 特金一個靚嘅阿飛啊，捉咗佢靚嘅。My beggar 啊 ，recently， 哦大镬大镬，而家 offset 咗 ，Fabitman 之后撞开咗，之后 Tommy 想试下 hit 出，但系可惜唔够快，一个 near 之后 into roller catch chase， 147，到底 Tommy 用咩方法杀到佢咧？佢成日都话Inkling 会杀唔到人，但系头先睇得出佢用一啲靓 read， 一啲靠自己 player 实力去。做一个击杀其实都是没问题的，咁而家
除咗 train 就淨係需要努力咁生存啦，避免俾人 roller， 避免俾人一個靚 read， 甚至乎而家 fear 都未必殺啦。如果 train 咁重嘅話，見到佢都唔想 commit 啦。Near OK， 俾人 bagger 撩出去，完全冇問題嘅，因為佢重啊嘛。碌哇中咗 bagger 之後中咗個 grenade 啊，跟住一嘢冇乜嘢，又翻翻 neutral 啦，又喺度平下平下，大家都好啦。九前啦，九前哇一個靚 upper 直接係撩到 train 成個口啊！將佢帶咗上去個巴松度，然後翻翻落，攞翻落攞翻嚟嘅，已經係冇咗。但係我諗過佢爆個位置，好啦，即係我話睇唔到，我俾人踩咗。哇！但係點解拱翻嚟處啊？九十秒係應，哦唔係九十秒睇錯對唔住。Bagger 都唔錯噶，咁如果係咁啊 ，Bagger 唔錯。我又踩佢啦！哎呀，差少少踩到佢。哇！中咗 Razor Leaf Affair， 個 Ring 衝擊得唔好啊！OK 嚟啊！嗱 ，Tommy 重整心態落嚟啦。OK， 掂佢唔到。周哥話：我重整心態，重整心態唔應該咁心急，但係 OK 嘅，因為你畢竟你撳咗幾出嚟嘅人，你都會驚嘅，即係人哋都會諗一諗，人哋做嘢都會猶豫一下。咁正如我哋之前有朋友偶爾講，猶豫就會敗北，應該要當機立斷。應該係我唔理啦，我冚呢個，如果係我。就咁，我就所有都輸咗。OK， Bagger tag chase 冇 tag chase 啊，咁舒服。哇，俾人哋 tag chase， 大鑊啦！而家落地都噶，哎，已經係俾人哋發現咗，佢每次都中意喺個 level 度 land 落嚟，然後我唔知發生咩事，但殺唔到唔緊要。你唔知咩中咗之後，仲有一個跳翻出嚟 ，neutral grab， 俾人 grab back throw， 大鑊啦！而家呢個位好危險啊，因為俾人 trap， 我喺 corner 會 neutral grab， 係 neutral grab， 跳跳之後落翻，哎呦，今日始終冇落 platform 啊，落翻個角度，仲僅餘嘅空間落翻地。然後除咗 train 係俾人中到個票啊，一個 stop 係個 stop 嘅死法係完全一樣啊！而家 Tommy 仲有機會㗎，因為其實如果係 Squirrel 嘅話，你死就可以慢慢拉到，你哋會俾人哋 tag chase 一出發。哇！打咗個嘴，跟住而家唔緊要，轉咗 Ivy，Ivy 嘅 neutral 係冇車釐龜咁勁嘅，所以。如果Tom唔小心啲嘅話，應該可以慢慢拖到 80%。不過可惜佢中咗個 fair， 而家好危險啊！一下都唔可以再中啦。Razor Leaf 一個靚嘅 replay， 呢個 fair 一個 combo， 又落唔到地冇跳。哎呀 ，Kevin 難唔到，但係唔緊要，佢哋死。而家 dash 跳殺啦，見到人哋都嘗笑 dash 跳，入翻個角，冇殺出嚟。Bagger 都係唔殺嘅，而家小心 fair 啦，所有嘢除咗 Bagger 之外 ，dash 甚至乎都會殺噶。F 你唔會咯，咁嗰啲技能唔用噶嘛，咁唔緊要。即係會翻完全靚啦，而家慢慢拉。正如我想講，只要佢唔死，佢就可以慢慢拉翻開佢，然後嘗試呢一下，唉，大單鋪都冇計。佢一個靚嘅 commit， 咁 Tommy 就輸咗呢個2-1。咁呢？